漂亮。有钱会挣钱，会享受啊。这大件事往里一摆，还在家去的呢。不，俩卫生间了，后面那大的能洗澡，前面那还有卫生间。太小了，这是房子。这是卫生间，这是小的。啊，这是小的。那是中大的。哎，这病哪都有。这个车多少钱呢？700-800吧。享受啊，太美了。那这车除了是怎么了？这想法太漂亮了。你们俩就不能这样一下吗？就这样子一下。埋汰吗？不是，让你俩这样行了，给你俩拍个照。哎呀，真是一种好了，留个纪念。我那想你们这车那会儿就看着你了。